影片开始之前，感谢昨天赞助的各位，感谢纪伦的30块，我都看你的影片看到睡死，所以是太无聊的意思是不是？好的，下次改进。感谢林雅化的30块，几乎每天都用，超级感谢的我。没错，像这种好的习惯就跟吃饭一样，每天都要记得吃饭，也要记得来看我的影片。感谢名字不会念的30块，看了这么多次玩游戏，我第一次被吓到麦克鸡块从手中喷掉。昨天那款应该还好吧？我觉得前阵子玩的那几款比较恐怖啊。感谢林三奇的2次1690，太夸张了，先来个掌声鼓励。真希望这些玩偶会像昨天的鬼，会扭曲在地上爬，像大法师里面的鬼一样，那可能就真的有点太猎奇啊！哇，你这个每天1690，我只能说再给你一个掌声鼓励。谢了兄弟，感谢李奈的750块，这次可以比较多一点给你。欸嘿，机器人在冲过来，你在跑的时候，我心跳跳超快，还会有种想要跟着跑的动作，怕爆。可能是我玩多了啦，昨天那款刺激感是够，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到太恐怖。也给你的红色留言来一个掌声鼓励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昨天的感谢留言，今天影片正式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，今天妈来玩的这一款游戏叫做《回家安妮》ACP 游戏。哎呦，看这个画面好像品质蛮高的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游戏的说明介绍，非常非常恶心啊。观影史游戏，扮演安妮。安妮是一个 ACP 基金会的低级员工，简称社会底层，一个秘密的组织，旨在保护和遏制异常的实体，并保护公众免受其侵害。一个奇怪的第一人称恐怖体验。如果世界上真的有这种怪物，我直接吓死啊！探索设施，巴拉巴拉巴，沙盒模式，控制方向盘 ，OK， 下面都是废话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喽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是怎样？画面嘞？啊？欸，这游戏读取画面读取了5分钟，欸，太久了吧，夸张了大哥。可是进到游戏里面，这个画面好像真的不错，欸，挺厉害的哦，做得非常非常的逼真啊。我们开着车回家了，这是我家吗？感觉蛮高级的。欸，有欸，感觉有料欸，这个画面可以把车停好。然后旁边还有另外一台车，欸，我根本就是社会高层吧，家里住这么高级，还有两台车，太厉害了。下车。欸，外面是狂风暴雨，欸，这雨下也太大了吧，我现在应该是赶紧回家对不对？外面下着大雨，我们要回家避难。这是什么？这里有一个狗窝，我有养狗狗。然后后面有一些道具，欸，这可以捡，我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工具箱。啊，这要干嘛？好的，没有任何屁用。从后门进去，不对，我们走前门。自己家当然是要走前门。从里面锁起来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还要找钥匙哦。我自己家我还要找钥匙进去哦？开玩笑是不是啊？等一下啦，我看一下，到底要怎么进去啊？完蛋了，连家都不会回啊！这个主角是个智障。还是备用钥匙在里面啊，把它倒出来。欸，可以，可以倒出来，欸。然后有个美工刀，我要捡这个美工刀干嘛？他说锁上了，但是我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把它撬开？美工刀吗？用？怎么使用？有箱子，欸，啊，用美工刀把它敲开啦。然后有一个摄影机，摄影机，狗狗。这什么意思？欸，有人把我的狗狗杀掉了。然后他是在跟我讲那个狗狗死掉的地方吗？在这边对不对？是在这边。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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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狗狗？狗狗死掉了。我们把那个犯案过程拍下来了啦 ，OK 啦。不关我的事，好不好？不是我杀的，不要来找我报仇。我们来使用敲棍，敲进去嘞。有了，我进来房子了。看起来这游戏应该是要透过这台摄影机去记录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记录枪，枪可以捡吗？调查一下，这个枪不能捡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密码，你有看到吗？565696。但是冰箱也太吵了吧，我还以为里面有人嘞。啊，电池怎么关掉了？
他是叫我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正常的吗？我是要把电灯关掉，没错吧 ？OK， 我们用手电筒。然后这里有5696记号，5696，看起来应该是有什么保险箱之类的，这可以用吗 ？I have no idea how to use it in。他不知道这个工具可以用在哪里，笨蛋，真的是笨蛋。哎，有个录影带吗？又是一卷录影带耶。尸体。哦，我们找到录影带之后，可以透过手上的这台录影机去播放那些线索啦。了解了，感觉这游戏确实是挺有料的。然后我们先要去厕所找东西，但是我想先看一下这个场景设计的还不错，我们认真探索一下。没有东西了，走喽，溜了溜了，到了。厕所应该是在楼上吗 ？Hello， 有没有？哎呦，哎，画面怎么这么卡？是有鬼吗？开门，没有要去外面的理由。好的，哎，这游戏真的超级卡的，完蛋！厕所到了，并没有。厨房为什么会有一个鳄鱼头啊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羊头哎，我还以为是狗头，没事。放回去，这家人喜欢吃羊头，不关我的事啊。好多食物可以吃哦，有青椒，有玉米，不错不错。这家人的饮食蛮健康的，我感觉这里应该是要拍什么东西，拍看看有没有人。没有，但是为什么摄影机的画面这么模糊啊？它不能拍得清晰一点吗？对不对？超级模糊的，这里没有东西啊。看起来我们要调查的这个是。狗屎好不好？这个是狗屎，这一家人是狗屎啊！锁上了，看起来像是去阁楼的路，阁楼钥匙，我们应该是要先去到浴室，然后找到钥匙才能去阁楼啊。问题是不知道浴室在哪里，什么意思？哇，还要摆放这个花的位置哦？开玩笑吧你，大哥！啊？画也可以改变，完蛋，我不太明白。我在想应该是摄影机啦，肯定有地方没拍到，对不对？有线索没拍到。哎，马桶很好，马桶过得很好，不用理它。这里面有东西啊，对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嗯，啊，那间厕所到底在哪里啊？哎，哎。为什么前面会有一扇门？有了突破口，各位突破口。密码不对，对，肯定是密码不对，再拍一次。得得。哎，有嘞，随便乱点一通，然后。就有了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解谜是什么啊！这里可能要帮你们用上那个黑白画面，好不好？有点危险啊，会不会黄标？然后是要拍尸体，并没有。他说这边有东西嘛，可以蹲下吗？可以。钥匙还有录影带，捡起来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录影带。录影带显示在那个欸下面欸，什么声音啊？谁在那边敲东西啊？哇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中间有个洞，不能踩到洞。到了，
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阁楼吗？刚那个场景好像是阁楼哎。啊，这里要回去，我们应该直接跳下去就好了吧？直接跳。没错，他会帮我传送回来。然后我现在好像是要先去地下室找阁楼的密码。我怕这里会有鬼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鬼。没有，他刚有拍到这个乐器嘛？熊熊，抓到你喽，熊熊！啊，这熊熊要干嘛？不能捡啊！然后他还有拍到门，门，不是这个门，有一个门上面好像有一串东西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？在哪里啊？那一串门是什么？门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这个，我们要拍这个。照片贴上去了，可以开了吗？可以开了，可以开了，太棒了！我们现在去找那个美少女了。我刚刚好像看到一个女人在哭，哎，妹妹你在哭吗？妹妹，她刚这边打电动嘛？啊，我可以玩一下吗？她说我没有那个游戏的卡带。没有游戏卡带啊，不是在这边，借我玩一下齁，玩一下游戏，欸，好玩。这是要拍吗？不是，下面有一个妹妹那边鬼鬼祟祟的，想偷我家东西。为什么不能拍啊？这个妹妹为什么不能拍？欸，还有东西没有完成，我看一下，闹钟。这里有解谜哦，时间，我怎么知道这个妹妹需要什么时间？这个嘞，哎，还有游戏卡带，另外一卷游戏卡带，然后这里也需要一个唱片，唱片，哪里有唱片啊？这两卷卡带有什么差别吗？没有啊。然后我捡到唱片了，可以去放了。妹妹不要怕，我来放音乐给你听好不好？我要放一首《垃圾车》。交响曲给你听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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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要播放这个，然后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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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时间是11:30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时间11:30 ，OK。欸，这个解谜其实蛮有趣的，从那个以前的影片中去查那个线索，可以啊。11:30 ，OK， very good。11:30，对了吧？欸，有了有了。然后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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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抱歉，不要乱讲话。欸，我看一下这一卷，这个。有没有音乐啦？这一卷骗人的啦，这一卷根本就没有声音啦。红色的，有了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呦，哎，好震哦 ！No, no, not here, not here. Leave me alone.他叫我离他远一点呢，为什么？我长很丑吗？不要这样子啦，我好不容易……哎、欸，他叫我离开房子，他、啊、怎么离开？哦，走楼下 ，OK， 快快跑，快跑，怪物来了，怪物来了，溜了溜了，高歌离席喽！啊，不是从这边哦，啊，从前门，好的。我出来了，有一个动画。刚刚那一段好像是说我们是 ACP 员工啊，然后叫我去接那个对讲机，对讲机在中间的台子上，哪里？哪里有中间台子？所以我是住在那个研究所里面呢，还是我就是那个怪物？会不会我就是那个怪物啊？随便啦，不管了啦。我们要去找对讲机啊，应该是这边啊，中间的对讲机哦，这个吗？
是不是这一个？了解。喂，哎，吉娜报啊 ，ACP9237， 重复测试，请清理组重新布置现场道具，准备狗还有什么相机？我真的杀了那条狗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里叫我们选择，我看一下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冷静点，听着，这是你的工作，你测试超自然事件的异常活动，还有处理它啊，了解。但你可以忽略这一切，赶紧走吧，穿过那些房子。第一个问题，返回浴室后，从相机的虚空进入浴室，你遇到了什么？海。我遇到了海。And in the ocean you found... 我们找到了一卷录影带。And when you reached the attic and set everything up like in the video, what happened? 这是在考什么白痴测验啊？你在阁楼看到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个女孩叫我滚。员工发现这件事情不太可能啊，已经注意到他了。他叫我们把物品放下，把在测试中拿到的袋子放在门口旁边，然后就可以继续测试了。出口在哪里啊？哦，这边呐、啊，白痴哦，我在干嘛、啊？放好，把东西都放好 ，OK， 全部放进去，了解了，可以开门了。测试快乐 ，OK。他刚讲那一段没什么重要的，就是一段废话。这里好多房间哦，都是那些 SCP 被关的，对不对？可怜啊，这是什么？我是要进去这间，还是要往前走？欸，前面有人欸，我先看一下，逃出去了，有怪物挖洞走啦，怎么办？完蛋了，香蕉，香蕉都能被当成怪物，哇，厉害了，厉害了。欸，希娜不 ？Greetings, D-class. 拜，不想跟你讲话。啊，还以为最后至少会有一段什么刺激的怪物追逐战，结果没有。欸，他如果把这个怪物模组就是变成一个水桶在后面追我，应该蛮可爱的哦。我觉得这游戏的画面做的还不错，然后解谜其实蛮有趣的。就目前的试玩版看不太出来他想表达什么，但是应该是还可以。到时候正式版出来再看看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款游戏就玩到这边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订阅我频道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